生，能够再次看到你们，能够上台来给你点点。Hello， 大家好，我是晨晨。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的5点多吧。今天呢会记录傅真的签名会的这个 vlog， 然后现在已经有非常多人在了。现在准备领号码牌了，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折腾，然后现在太阳非常大。那你现在干嘛？抢五月天。你这是一个不专心的歌迷。我们是多方领域的歌迷，好吗？刚刚经过一阵混乱，现在终于到达场地里面了。这么近，我们就是等2点咯，会先饿死，然后被晒死。傅真这个签名会有什么感想？非常的累，毕竟本人也不年轻了，那么在夜排，然后傅真就签演唱会，先签名吧。10000个人签不完。那傅真这张专辑最爱哪一首歌？最爱旋日。来自方式旋日哦，对，因为耐听程度来讲，我觉得是旋律，而且它真的是，就是真的放不下啊。人生总是有你放不下的事情。对，你现在想到什么事情来着？我不要，他比较不想父亲的粉丝可以。好，可以不要这样吗？再一个小时，然后久度日度分。然后今天呢，就是饿也饿过了，晒太阳也晒过了，等2点。你们都已经文青感很重，但是我还是要听听大家的声音，好不好？今天你们来到现场是为了见到谁？田馥甄，非常文青的声音。现场的朋友，我们请准备的欢迎女神 Kimi 田馥甄。穿高跟嘛，然后那个同事就说：“等一下楼梯很高，要小心哦。”我说：“有山行者在怕楼梯很高的吗？”没在怕的，对不对？对你来说，这哪有什么？见到 Hebe 开不开心？开心。所以，自己场上来有遇到那种什么很有趣的问题吗？有趣的问题，是古怪。他们其实是很可爱的，就是譬如说会在台上求婚啊，然后会要求我唱一些我都已经不快要不记得旋律跟歌词的歌啊，或是合唱啊。然后上一场花莲还有歌迷朋友，就是自己当什么 Heber is， 然后自己做那个讲座，然后怎么那么就是很可爱，自己设置一个节目的环节，让我觉得哇，好尴尬啊。没有，但是尴尬并幸福着，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知道我对于得奖，当然是觉得如果工作同仁团队有被认可，是一件很幸福的被肯定。但我觉得可以被自己的歌迷肯定，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被你们肯定，我觉得很开心。真的，觉得歌迷真的好用心哦。对啊，很用心，他们这么可爱，就是一起设计一些梗啊，或者是想一些土味情话，想要逗我开心。我上次有学到一个什么，这是什么？爱心，这是爱心，对不对？那这是什么？他们都知道，因为我说摩擦的心，因为它就像
心，他说跳动的心，我就想说哎蛮恶的，可以学起来动下一场的歌迷，就其实你们都就那么恶都知道，你们都知道跳动的心。好了，所以歌迷真的好可爱哦，所以就是这样子的签名会才可以跟大家这么近距离，然后也看看大家，对，然后好久不见了，有什么话等一下想说，不要害羞，对不对？对，不要害羞，因为那个就是再一次跟大家就是宣导一下，因为我们那个隔板是，然后再加上我们其实场外会放专辑的歌曲，嗯，然后所以我其实会听不太清楚，大家又戴着口罩，对，所以会听不太清楚大家说话，所以可能如果不想透过麦克风问事的朋友，可能要大声一点。OK， 对，那如果不会害臊的话，其实尽量透过麦克风，就让大家知道你有什么想说的，或是什么奇思异想的问题，也可以同时，因为透过麦克风，底下的其他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参与，这样 OK， 会蛮好玩的，应该会很好玩。所以大家等一下不要害羞啦，好，不然这样很大声的讲才听得到。好，所以大家都迫不及待，等一下要上台来签名了。那当然，我最后还是想要请问。演唱会高雄场后面后续我们要持续 follow， 对不对？对，我就是演唱会觉得唱完台北觉得很开心，然后觉得很幸福，对，希望可以把这个跟第五张专辑一起出来的很完整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演唱会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在高雄，希望明年咯，我们努力申请看看，耶，大家一定要持续 follow 好不好，相信一定可以再次见到大家可爱的小荣，好，太棒了，准备签名了，哎，尿快出来了，快要尿出来了，耶，这次附赠专辑最爱哪一首歌，或是一首歌，或是一首歌，对，无人知晓，知晓，那这一次对签唱会有什么感想？我要给你一个特别的事情。哦，我哥的。哦，天哪，好棒，真的，哎，再看一下，超美的。很美，天哪，真的。那你有准备特别的礼物吗？帮他写了四封，哇，四封情书给他，好棒，每一封都不一样。你们真的都很棒哎。那你们就来参加这场吗？还是？对，因为我们今天要上班。OK。明天大满贯。哦，厉害，真的厉害。能够再次看到你们，能够上台来给你签名 ，Feel that good。其实我觉得，其实今天有一件事情，永远都不知道感觉怎么样。来一件，就是你不知道看蔡依林的演唱会 ，Feel that good。对，我真的也没看过蔡依林演唱会。遗憾就是你没有办法看到蔡依林。骄傲，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看过，对不对？而且我现在坐下去，你帮我唱好了。而且我也看过，超好看。Feel damn good， 大家一起告诉他，蔡依林的演唱会怎么样？谢谢谢谢，害我害羞了起来，很享受。谢谢 Hebe， 谢谢小妹，谢谢。签完名了。那就是刚刚有上台跟傅征讲了一点话，现在只想要回家睡觉，希望明年高雄的演唱会能够快点公布，如果喜欢的影片的话请就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可以按赞跟分享，然后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也在现场吗，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